主要说我感谢你，在我的生活中看顾保守我。我现在住这里，圣殿敬拜有了你，不止带着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也要将金钱奉献伫主的面前，做圣工的使用，求主加纳。我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报告，本周教会聚会时间，甲大家看周报上尾仔只，家己看。报告教会消息，报告甲通知，第一，今仔日七月二七。感谢德胜驾驶工台南区台南的主任前来主讲的报告，邀请名者一同来参与主讲、助教、甲批改的同工。感谢。第二，九月初二，因要伫本会举行同工的训练会，欢迎幼稚的吴牧师还是蔡会议职事来报名。德胜驾驶工介绍，请看周报第五页。第二，下主日八月十三要举行父亲节甲婚礼拜，第一场甲第二场的礼拜合并。政治音乐随风团要献唱，啊，并且要赠送每一个父亲礼物，当日也要。邀请总会派出英国教会的张淑慧牧师分享英国宣教经验，请为张牧师的宣教服侍来代祷。第三，请报名洗礼兄弟，第一场礼拜吼，伫四楼国中班的教室参加基要真理班的课程，而且每一个会员会当带圣经甲信息来参加。啊，若无在，会当从本台外口往二楼的所在甲教会接。第四，八月三十一，本月的举行升级礼拜，为主日学堂下举行祝福礼，请家长有注意要升级的名字。八月七十，进前副干事来登记。第五，下半年教会对外聚会。敬请牧友来关心，啊，请较侪牧友来参加。十月初三到初五，孙阳光牧师的会联会；十月十二，新老病院的合唱团要来遮演唱；十月十九，罗老妈妈性命见证分享；十一月初八。朱义熙牧师圣经的工作，伊的题目是更新的敬拜。十一月三十，台神纪念主日，钱玉芬教授专题，题目是智商辅导。第六，王牧师夫妇对八月初四，就是拜一到八月十三，拜三参加牧家旅游甲年度的休假。牧师休假的期间，若有闹教会事工还是紧急的事务，请联络轮值的长老。日时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，请联络安永贤长老、杨千南长老，啊，电话咱自己看。暗时六点到八点，上午六点，请联络陈明双长老。团结消息。乡镇团体今仔日七月二七第一场礼拜后，伫五楼有聚会，邀请吴黄龙教授专讲老人照顾问题。甲五月甲八月份的庆生会，欢迎退休踊跃出席参加。第二，圣歌队今仔日第一场礼拜后，伫四楼有联欢。欢迎兄弟踊跃参加。第三，主日下主日八月初三上午八点，恁欢迎
师训练，请老师出席参加。第四，青少年伫八月二日到二四，拜五到九礼拜，要伫台甲先锋影店举办联席会，主题是这一年阮做伙种的挂菜种，要做伙来认识阮对主的信心。有专题、专讲、大地游戏、攀岩活动，真赞的吼！欢迎小学六年、大学升学了的青少年参加。啊，详细情形请到干事室索取报名简章。具体交通，基米病院要伫八月初九拜六。上午十点到十二点，伫柳营基米医院举行音乐节。医师团体爱家贝关怀社，邀请名者一同参与献诗，以真伟大，甲也互我祝福满满。为着举办参展，请愿意参加献诗的名者。嗯，我无出来报名。第二，真爱出足合作社活动存款筹备金，业务已经开办。将若有意思，有意想不到的回馈哦，那有社员欢迎社员踊跃回复。有意思的人，请带囡仔来心理学专员来办理。总会消息，总会伫咧伫七月二八甲三十，伫台北举行生命教育经济教师的培训。本会五牧师受派前往参加，并且关心代表。第二，总会教育部。活动欢迎参加，有意思的，请向新研发校长还是干事来报名。A 八月十六拜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，伫本会举办创意教具制作的师资训练，罗秀珠博士主讲，欢迎报名。报名到八月初十截止。B 八月二三拜六上午九点到下晡一点，伫乌山头水库举办2014年的主日学大会，费用每人200元，主日学补助100。报名到八月十七截止。以下请家己看。直接请咱做来吟上联的诗，新献诗391首。乌路天顶主宰，吟诗煞，请乌牧师来接导。
是咱的青年团体二号指挥，带队二四楼练唱，欢迎参加。